我没有。它的外面表这单是是那个啥中文，切笑？进去全部都是英文。哦。Quabble，啊，好混乱！你搞得我好乱。好，算了，不看了，收起来。哎，看看不懂。不是有尖刺效果，怎么感觉没有屁用啊？假尖刺效果，真的是假尖刺哎！用爱发假的。没有，我是原本想说要来用发电机。哦，深渊国度的关系，如果你没有研究相关，九八。可是我想到我要用发电机，我要再清一块区域来放发电机，我就有点懒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蛋白质没加、欸，不好意思，这好像只是填饱肚子用。好，它只是个油。发电机，发电机，因为模组，所以先拿这个。好、哦，好饱哦，这个。对啊，很饱哦。等一下，算了，先去拿发电机好了。发电。没关系，我要继续挖矿。动能、地热、火力。哎，要不然我们去废矿啊？我家附近有个废矿。铁板三个，铁炉，加上电扇，不需要。好麻烦哦！有没有需要发电机啊？你是要用什么的？只要是发电机就好了。发电机，你可以用那种普通的热能的就好，就什么烧煤炭的那种，不是比较快？用如果你只要一点点的电就好的话， okay. 用你的体温。啊，怎么才可以学到深渊国度的语言呢、啊？你是 I see two， 你有来亲手杀过他吗？我杀掉过他。诶、欸。你看，我看你给我的肉还是一样是乱码、啊。其他人看也是吗？刚刚那个肉是什么？我看也是乱码。哇，好爽哦！哇，哇啦啦啦，哇啦啦啦。有种来我家翻箱倒柜，来偷东西。因为你看这本书，啊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只是想做陷阱。哦，做陷阱啊、哦！好，好，没有啦，我的玻璃呀、啊！做陷阱嘛，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把它打开。我们最乐于助人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呀。需要再我帮你一下吗？别一言不合就拆家，现在要拆家还不简单？现在大家拆家都很方便的、啊，那个需要拆迁都可以讲一下，大家都可以帮忙。真的，需要帮忙吗？我家不用，我家。不用！哦，哈基里，我这真的是，哎，啊，等一下，我是没有装到那个汉化模组包吗？哎，真的哎，难怪我看不到。你有那个好多的碎片哦，我可以拿走吗？哪一个碎片？这个。魔力碎片。哦，有，你拿走啊。耶！可以回家种田了。种田哦。啊，那个是那个、哦、种矿物的那个吗？对啊，然后我刚刚忘记装汉化包了，所以等十分钟喽。看不出来，我想说，哎，这个东西，这不是我要的吗？他怎么？对啊，你根本不想要。哦、我的稿子都变粉红色的哎、啊。你是不是用充？你不能走路，你走路它就会充能了。那个充能啊，好恶哦。来什么？操嘞！超恶心！杰克很喜欢那个啊，恶心，他就很痛、啊，他就是粉红色，真不愧是粉红色的杰克，真的，小堆的钻石粉，哇塞！
挖地表的石头可以挖到钻石粉哦。对对，地表挖到钻石。对啊，钻石的粉末。哦，真的。想要到时候把我的锤锤附精准，这样我就不会挖一大堆粉末回家了，好痛。什么意思？精准能干嘛？没有，就是那个丝绸啊。哦。不然每次挖那个煤炭哦，那个、煤炭那个粉真的是，生一堆挖一个煤炭掉三个东西，真爆爆。要休息了，晚安晚安，拜拜。不一可以做精华锭的配件，就可以挖更多水晶了。好，我就打算这么做，所以我才在到处想办法。对啊，那不是一边打会掉吗？有几率掉。对啊，如果你把它当成配件来做的话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超好笑的，我有看到那个。嗯。我刚刚想说，啊，你就弄一弄，然后就做个武器或做个稿子，啊，一边挖就有机会会掉，就一直挖矿就好了。对啊，你就找个地方鱼骨就可以了。就哎呀，我不用找什么矿啦，这样就有啦。嗯，有啦，之后就可以回去种更多的矿啦。真的，我好笑的。嗯，回上厕所啊，这模组包要装很久。语音包剪了吗？没有剪欸，我完全忘记是几分几秒了。关机。关机了，感觉这箱子不够大了。但是一言不合，刚刚又变粉红色。什么榴莲？再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没有榴莲啊！榴莲多一点。我要素描，工业素描。嗯，他只拿两个回来，然后回来素描啊。哦，就只拿两个回来，好弄上去。你第一颗没素描，第二颗没素描，好，继续。哇！啊，现在我刚拿了九个还七个回来，现在狂刷。嗯、记得我是。素描，素描，更多的素描，素描，更多的素描。哎，结果这样我家到时候多的就是石头，不是原石。我的也是石头啊，我都是挖石头，可是石头比较有用啊。嗯，是啦，你不用到时候再还要烧干嘛。嗯，我是一把稿子挖出来是一般的鹅卵石，一把稿子挖出来是。哎呦，我想讲虾米挖哥嘞，要死我！虾米挖哥？就是突然生那个机器人，很卡，我不要。嗯，好，没事。可以了，对，可以了。嘿嘿嘿嘿，用林业的剪枝器可以100%掉树苗。不知道。哦，林业的剪枝器哦。嗯，我们这有林业要剪。有啊。没人要。没人在研究而已啊。嗯。哦。这里面应该基本上大多数都有啦，除非是那种比较冷门的。或是太破坏平衡的，嗯，那种平衡性太夸张的，对啊，我
玩大部分这上面都会。就像一直有人叫我说用112啊112啊，那个太破坏平衡了，它里面没有放啊。嗯，为什么用112步啊？用112步啊？用112步？没有112，它是一个、哦、你只要有太阳能就能够做出全部东西的东西，一个奇怪的很破坏平衡的一个模组。对，这种目光分离的。好像有、哦，好像有，我看到它有一些东西是目光的呢。嗯，结果你这边玩一玩，然后跑去玩目光森林，你跑进去玩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只看到好像有目光，有啊，有目光。嗯啊，对啊，一一兔太扯了，而且它现在也不叫一一兔啦，它现在叫 Project E 啊，对啊。一点一点，这个是那个一直生怪的地方，如果是把它敲掉就不会再生。一图和 project 是同一东西啊，是什么古代砖的那？哦，嗯嗯嗯嗯，没有，是那个古代机器人的、啊，因为它一直在我家附近一直生，狂生猛生。虽然现在我已经没有太害怕，打得赢他了。对，哎呦，吓死我！已经不是对手了。他已经是个菜饼饭了。网络死了。坚定雄风。没有，今天直播还算可以，没有死。龙模组有，但是龙模组你要变到很强的话，需要很夸张的材料啊。这是什么？刷怪龙激活器。嗯。好久，对，这个东西要用很久。刷怪龙激活器放置在刷怪龙上之后，即使玩家离开也会一直生怪。哇哇，太屌了吧！只要有电就会一直生。哦，嗯、耶，好了，我好了，终于好了，我可以动了。赞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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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嗯嗯嗯。激活吧。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然后在峡谷听到奇怪。嗯嗯嗯嗯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长好恶心哦！粉红色的。不是不是，它长得像，就是长得很跟安德一样高的僵尸。哇！他的基因比较好哦。吃比较好。因为你说几层以下钻石比较多，我都在35层地狱。好，地狱35层啊。对啊。办法，我学钻石。我有白痴哦，吓我。换眼镜了。换彩色太阳眼镜了。有吗？怎么？你换了吗？我换了。怎么拿到的？我在箱子里面捡到的。哦，我觉得那个也可以做吧。废矿的箱子，那应该是可以做了。看一下，它可是它的材料我看不懂啊。哦，它要什么？看一下，嗯，全能工具在那干嘛？哎，里面没有液体啊。哎，出去。哎，出去。下机水，下机矿。嗯，不行啊，我查不到它的合成表。对啊，嗯嗯嗯嗯嗯，什么东西的合成表啊？它叫做经验科幻色调眼镜，听起来很中了，帅吧？瞬间不知道怎么讲，背后都噗嗤，干嘛噗嗤？他人家就叫这名字啊，嗯，可以，很可以，嗯。还有保持效果这么久，哇，这个肉也太强了吧！很强啊！能吃完，不用带东西出去。真的。哦，右键，左键是拿，右键是滚。啊，看一下，我现在需要先做出基础。我现在谁家里还没有植物室啊？焦玉。有了，阿纪有拿过来一个。哦、
Moco，这个有了吗？我有了。